这五分车是盖砖台啊！啊，乡亲时代啊，拢总来哦，和大家拢总平安顺时大发财哦！谢谢谢谢哦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地数的部分都到这来过一段了哦。那么为了来打造啊，哎，我们的糖厂哦，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糖厂哦。嘛，要来打造咱的糖厂啊，未来无论是观光也好，无论是咱的冰品也好，拢总是哦。全台湾哦，一流的一个糖厂哦，所以啊，咱今嘛要来哦安排一粒灯球。那么这个灯球啊，希望能够透过长官贵宾的这个启动，让糖厂哦，我们的所有过去的、现在还有未来的这些展望呢，通通能够实现，也让过去的文化能够风华再现哦。好，咱即马要来欢迎个出版单位哦，曾吉松曾经理哦上台，就位在右边哦。我们的管总经理在左边，过来哈、哦。长官贵宾哦，伫我左手边这边诶，长官贵宾也一并上台哦，就位在我们灯球的右手边。然后呢？